慢慢习惯我的 style， 我的 style， 你慢慢习惯我的 style。说没有我的夜晚，心情就特别的燥。付出了多少，只是你自己最知道。想起离过 ，show you know what I'm all about。你慢慢习惯我的 style， 说没有我的夜晚，心情就特别的燥。付出了多少，只是你自己最知道。想起离过 ，show you know what I'm all about。面子问题都丢掉，我想你该知道那些事情不重要。我喜欢生活中每个细节都单调，说真的也想让你感受到那感动，听了音乐会笑，那快乐多高，仿佛一瞬间所有的答案都被我找到。我听说有的再多最后都带不走空空，醒来一场游戏一场梦。麻烦带我走，麻烦你的耳、麻烦我的手，麻烦你的头、麻烦你的头。我的黑暗，我自己消化另一半，翻过一座山，还有一座山，有人在人外，没人在门外，在我这里只有问题没有答案。风风尘是写给天空的情书，刚解的了情，哈巴拉马古，这世上生存美丽的那双人舞。好，请问一下 ，Alan， 莫希朵是在古巴对拍的 MV 是。古巴的街头是有一个最奇特的景象，讲出来。最奇特的景象，它有老爷车，很多的美国七零年代的老爷车。恭喜答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一个。因为它这个老爷车，如果以这个年代来讲，距离现在约莫60年以上，很老很老的车，每一台都非常巨大。哇！那古巴又人少，但是它这个道路很宽阔。那种轿车啊，车子很帅，像卡车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排气量都在5000-6000以上。对，他们好像都是拿一些新车的引擎放进去，我也忘了他们有讲一个有改车，有改过了，因为那个壳就是那个太老，有些跑不动了。哦，有没有看这古巴特有的情节？真会猜，完了他妈这他被他这一脚就完蛋了。什么意思啦？辣吗？很辣。救我！这！这里！快救我！真的呀，那掉眼泪了，都掉眼泪了。我憋气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往下吃，真的好辣。你吃吃看啊，是娟姐，是娟姐的。这么辣呀！你到现在还麻呢。不敢抓，没关系，阿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抓，你要吃几只我都帮你抓。那你帮我抓，还有，这个泥很软、很滑、很烂哎。这好像很适合敷脸。对啊，火山泥。我们要认真一点。对，不要闹。这么有吗？有吗？喂。到底找不找得到啊？就老板说我们跑错。水管，刮石头。啊，我知道，先用脚踩踩看好了。你会不会把虾踩爆啊？因为我们也看不到啊，我不敢用手。边边哦，阿杰说边边。French， 我们是来自 Perry 的。我刚走完时装周 ，Don't look like this 好吗？去抓龙虾，你当心。一个 move 都抓到。最好是抓到。妹子是在煮，小林有摸到小林，我这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了？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，等一下，等我先，冷静等一下，有吗？啊！就是这个。
要怎么把运动这个精神带到你之后的生活工作，我觉得会让他们真的成长非常多。又要送走一批了，我很高兴，我已经有三组人马的家人了。今天我对你们很有信心的，不要轻易拿下。打这么辛苦，就是那一里路，但这一步是最重要的。1 2 3，睡美人。1 2 3，木头人。1 2 3，木头人。对呀对呀对呀，我赢了。为什么要连取三颗啊？啊，完了，他大哥不会玩这玩法。让人分担，孤单动物。打错。哎，我觉得你们的工程已经越来越大。对。一开始不是，一直是油漆，后来搞到已经可以贴瓷砖，然后现在玩木工。哎，木工是最难的部分呢。就画完之后就可以。男生会变得更男生，女生变得更女生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完蛋了，我没有朋友了。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开始会被嘲笑，然后尤其最严重是国中的时候，就是我只要一讲话，因为我声线真的是中间在偏高，然后柔柔，他们就会在我每讲完一句话之后就开始重复，老师我要去厕所，老师我要去厕所，老师我要到认识学你，然后我那时候是一学我就会背脊发凉，就是我会觉得我完蛋了。就是当你知道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，我就很想去努力去证明自己，说我是不是要搞笑，我是不是要做更多证明自己很厉害的地方，比如说是我很会搞笑，我逗人家开心，他们就会跟我很好，或是他们愿意跟我玩。所以当我在做影片的时候，我都会其实都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我可以掌握这么多人的目光，我可以说故事。可是当有些人他们也许没有我那么有才华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就会一直在那个弱势当中爬不出来。当然我有时候我自己的影片也是会有点小戏虐，但我永远都会知道我自己应该要去抓好那个分寸，因为你是弱势的时候你是真的很痛苦的，就是觉得啊，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不能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真的好可惜，真的好可惜哦。我有时候连我现在当 YouTuber 我当那么久了，都常会觉得为什么我还是都会害羞，都要靠模仿来伪装自己，因为我模仿的时候是真的很自在，可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演自己超难的。历史悠久，连我阿公买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，一直到我，到我他的祖孙，就是我的小孩，都在这家店，所以所有的都在这里买，祖孙都是阿娇姨，不论我是多老，真的、哦、都是阿娇姨。最主要这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色，就是可以解压、解忧、解压、纾解压力。嗯，所以阿娇姨，你有卖解忧的秘方？有啊，真的吗？可是你要等到明天早上来这边。来我的店里面，我就把解忧的方式告诉你。明天早上几点？六点，早上的六点，你要来哦，我准时，我等你哦。六点，好，我没有在怕的，志祥哥你好样的，你帮我找到了一个打工的工作。所以明天早上一定要来哦。好，不要耍赖哦。不会，我要叫公鸡吵你。公鸡吗？我还没被公鸡叫醒过。敲你的门。神助敲我的门。三枪也会叫。对，在这个两方夹击之下，小黎认为呢，我明天六点之前必须要完成到这里报到的工作。对。为了找到解忧秘方，我一定会准时报到的，老板。是，好，欢迎你来，等你哦，好，那我先回去睡了。Okay. 是，六点，谢谢志祥哥，拜拜，拜拜。
早上六点，山上呢还有点冷。然后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听到鸡在叫。我说这么早，真的就会开始做生意了吗？哎，阿娇姨的店真的开了耶！哇，我好久爱困了呀。阿娇姨，早安，早安。嘿嘿，真的好早哦。对呀、啊，要早一点才能。哇。那个什么，人家说什么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很多事情还没时间摆好，你要摆好一点哦，才卖得出去哦。对对对。一日店员正式上工，我发现哦，小小的店面，只要你想得到的，通通都有哎。每一样商品的摆放方式哦，都有阿娇姨的独门心法。很快的，早上第一批货来喽。今天是小帮手。好来，三把，帮我摆在架上。好，来倒五一份。哎，不是这样摆，要把头摆上来。哎哎，我头哦。为什么头要摆在外面？这样感觉不会杂乱无章啊。哦。还有再来就是客人要看它这个新鲜度，所以这里呢要让它摆好。阿娇姨，你每天早上就是这样，有人送菜来，你就要赶快找地方把它摆得最漂亮，对对对，才会赶快把它卖出去。是是是。阿哥，你每天都会拿菜来这边卖吗？对啊。这全部都是自己种的。对。啊，不然给人家偷采的。来，这边。种得很漂亮啊。嗯。这个大哥的菜哦，在我们社区里面是number one。很漂亮。你看他的菜啊。整整齐齐的，干干净净的。这个客人呢，只要一洗签。跟阿娇姨认识多久啦？最起码30年以上了。30年以上了，很帅气的年轻的小伙子就认识这个美女了。啊，对，她是美女哈。美女啊，但是很酷啊，很个性，很酷哦。哎，对。阿娇姨，你是很有个性的美女哦。对。因为我比较跳动嘛，啊，我比较不按理出牌，可是大家就觉得有这个店里面的美女有个性，要来找你买。